这是什么？员工电脑啊，还有那种电脑啊，我不会啊。他说我不符合字母的长度，是不是太简单了？对的。没有。哎呀，他还说我不符合，我也一度有了呀。聪明，聪明，不正确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挺复杂的，因为我不懂用这个打字，我只能用手写了。但是他又没有手写这个版，所以我真的搞不定。要重新，对，肯定要重新说，是吧？不然又不正确了。就是您刚刚那个两次输入密码可能不一样，对，然后又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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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来。吃饭去了。哔哩哔哩奥利给，哔哩哔哩奥利给。新口味吗？对，香芒芝士，香芒芝士，还蛮好喝的。